我想问一下，今天这个衣服是自己选的吗？还是节目组？我带过去，然后让节目组全一起选。你是同意的，对不对？是。我自己觉得跟这首歌是完全不搭的，我自己觉得。我觉得身为一个rapper 也好，一个表演者也好，在舞台上你自己穿什么，发型是什么，灯光是什么，这个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责任去要想的。今天我就觉得不是一回事，这个衣服跟这首歌我觉得是应该去考虑的。所有的练习生我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思想，我要表演一首歌，我穿什么，就不可能我表演一个非常酷的一首歌，很 hip hop 的，我穿着一个睡衣，就不可能。我自己觉得除非那个 concept 那个主题是睡衣，可能这个会让我有点想法。谢谢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